这个是显卡，对吧？啊，是吧？显卡呢，现在其实这个画的还是 AGP 的显卡最好，但是，其实我们服务器上一般不需要这个东西，集成的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啊，知道一下，我们后面还是一样，还是显卡也分了两个主要的系列，我们在后面可以来说一下，这个都是商品的，它不是芯片名称，好吧？好了，燃气没啥说的，光驱更没啥说的了。OK 啊，这个东西现在基本上快淘汰，很多人都不用这个，是吧？那么，这是网卡啊，网卡现在主要还是这个集成的，但是您注意啊，如果你的服务器如果是作为网关来用的，这个时候你们需要注意，需要给它配千兆网卡。OK，百兆的是不够，听懂了啊？这个是要注意，没多少钱，但是不配差别很大的，听到了啊？好吧，这我没啥说的。好了，传机的什么这些东西怎么选，没啥说的。然后这几个网站应该都是常见的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吧？好了，按照顺序没事儿，我后面还有一张画的片儿，可能有一个我们的简单的安装过程。咋了？我能过去吗？你掉了，你咋重来？你没连过呀？他一次性的，现在没了。我断开吧。少一个人。是木头。哎，我上面显示少一个人，你到时候还得掉，那就是，目前没掉，还会掉。好，这块有一个计算机硬件参数的这样一个幻灯片儿，我们主要看一下怎么来挑选硬件，好吧？那最主要的是不是就是 CPU 啊？那么 CPU 呢，我们说它呢最主要的看的东西是主频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作频率。这个频率越高，它的处理速度是不是就越慢？能听懂？那但是各位啊，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，计算机发展的这个方向，CPU 的方向就是无限制的提高 CPU 主频。OK，但是发现什么？这个事儿是不行的，为什么？带来的东西是什么？散热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散热，明白？那 CPU 上面已经加入散热存在了。最快的时候，我们在2004年、05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已经出现过4G 以上的主频，4G赫兹每秒的主频。OK，这个速度是不是就已经非常非常快了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CPU 的发展方向表。它不再光考虑主频，而是什么？它会发现什么？如果无限的提高频率，很多事情是不是解决不了了？然后怎么办？是开始出现了双核、四核 CPU 啊？那也就是说，什么叫双核啊？你就可以理解为两个单核 CPU 在同时运算，你就可以理解为是两个 CPU，明白？当然，我们说双核 CPU 它达不到两个单核 CPU 的性能。但是达到一个多还是可以的，没问题。所以我们说，它现在是不是主频是已经不再无限制提升？我们绝大多数 CPU 的主频是都是维持在2G到3G 之间，2G到3G 之间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提升的是什么？是不是它的核数啊？没错吧？各位，那这是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向的转变。最开始的时候是就是不断往上提升的啊。好了，各位，那这个就是判断 CPU 最主要的一个这个参数。你们买的时候上面是不是都会标出来？你们的笔记本上是不是应该都写了？对吧？啊，那还有，咱们现在买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睿频的这些动静？我不知道你们听懂了。随便写啊，就写到这儿。其实应该有个文档，记点，随便记点东西。
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吗？库瑞里系列是吗？不操控。啥破玩意儿？什么叫锐片？其实就是库瑞系列的 i5、i7、i3 系列的 CPU 它所出来的这样一个概念。什么东西？就是自动超频。啥意思？它的核心电力的这个频率是2.2。那当它觉得你的 CPU 的运算压力比较大的时候，它会自动把它的运算频率往上提，能听懂？那为什么这么做？原因很简单，第一，如果要是让你的所有的 CPU 频率直接提高，它会更加耗电，散热会更大。那平常办公的时候是用不到这么大的频率啊，那怎么办？甚至先用低频率来运算啊。那当它需要的时候，它是再把这个频率临时提上。能听懂啊？其实就是什么自动超频，就这意思。OK，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？所以说现在一般都有这东西，你买的时候你会去看，是吧？比如说买，我们都上网了，我访问一下京东，然后我随便找台电脑看一下，好吧？电脑，笔记本。京东这个东西上面的参数写的基本上还算是准的，对吧？那我们就看看这个联想的，好吧？什么叫小七呢？哇塞，这一个劲儿弹这东西，啥破玩意儿？变得非常卡。哇，可以。那我们在这里规格参数这里看看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这网速，这是个啥玩意儿？飞跃2000，这型号我还真没听过，新出的。联想主要是 Y 系列是个人版的系列是吧？这系列是低端系列，这个 V 系列是啥？换一个，这是联想最主要的。哎，这不跳啊！人才，知道吧？怎么办？算了。它会写什么？我就说了，主频是2.2，然后可锐频是3.1或者3.2，明白？那什么意思？就是当它觉得需要的时候，它会自动把频率往上提。OK， 加快运算速度，听懂吗？好，那各位，这是主频。在我们之前的时候，其实是说主频是外频乘以背频得到的频率。那同样，那也就是说，外频就是它，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它是基本的频率。背频呢，就是 CPU 运算的时候翻几倍，明白？那比如说外频是，比如说这个800兆比，800兆赫兹，那翻四倍，它是不是2.4？能听懂？那按理说，各位，我们在最早的这个 CPU，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吗？就是超频，听过超频吗？那最早超频的时候，它超的是外频，也就是说，它的标准的外频是133赫兹。我可以尝试通过一定的手段，主板上一般都支持这个功能，可以把它调到，比如说调到146，调到160，然后再乘以背频，它的速度是比较快得多啊。后来啊，英特尔把这个家伙锁了，不让你调，然后呢就只能调谁，调背频。这个时候风险就比较高了，为啥？一条肉是变化比较大，5倍和6倍之间差别是还是比较大的，能听懂我说什么？然后就会衍生出来一些别的极端手段，比如说，除了，是不是为了调频之后的不散热啊？比如说调电压，它的标准电压、核心电压什么的是2.2，它把它调成2.5，为了干嘛？更高电压下时才可以运行更高的频率，能听懂？但是我说，这都是比较极端的手段，为啥？
如果烧 OK 能听懂吗？那现在呢，我刚才我们说为什么超频这个概念不再提了啊？因为发现英特尔也发现什么，这东西防不住，那怎么办？他自己是不是就开始来这事儿？明白？给你标准频率是2.2的，当你用到的时候，他自己往上提，那是不是就不再提了啊？但是超呢，还是有的，还是有这样的，总是觉得买1000块钱的东西，非要当成1500块钱来用，哎，你有这样的想法啊？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就可以了。那就说主频是外频乘以背频得到 ，OK， 明白吗？那我们主要看谁？还是主频，没错吧？还有各位，缓存，之前我是不是已经解释过缓存？缓存用过了吗？缓存的速度是要比内存和硬盘快，它是用来做分级存储的，用来解决 CPU 的运算的速度和硬盘的存储速度之间的差距，明白？那理论上来说，越好的 CPU， 它的缓存是不是应该越好？啊？各位，我看看我这能打开了吗？还是不行。哎，怎么办嘞？啊？那我们去那个什么？太平洋吧。看看，太平洋里边这些东西就应该那个什么更准。他写的就更准。我们找一个台机，还是电脑？台机。好了。然后我们去找，哎呦，好家伙，这都是品牌的，我要看看 CPU 在哪，外设，啊，哪有 CPU， 它是 CPU 啊，我好久没登录这网站了，你变成这样，品牌电脑机，这咋办？在哪里？稍等，等我找个，难道现在都不传接了吗？这浏览器也恶心的，我还有别的浏览器吗？这浏览器不是快没了？啊，这有 QQ 浏览器。还有别的吗？用个火葫芦好了。找找哪块有啊？这儿。对。那么我们可以随便找一个 CPU， 比如说我们的酷睿台7，好吧？这是我们目前最主流的。OK， 那么这块都已经。4790了，我的是3630，那我们随便找一个吧，好吧，就这个，各位，可以吧？更多参数，各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第一，它的主频是3.5GHz，可以睿频至3.9。它是一个4核心八线程的数量，其实你就可以理解为是8个单个 CPU 在运算，能听懂？所以我的 CPU 这里看打开，是不是可以看到八个 CPU 的这个进度数量？
看了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往下看，它的三级缓存是8兆，这个东西是越快越好。然后没有写一级和二级，这怎么现在这芯片参数这么粗糙啊？看不到1兆了，1兆一级缓存和二级缓存了，是吗？那太平洋除了太平洋还有什么？王哥，还有什么呗？太平洋还有谁？啊，中关村吧，中关村呢？嗯，可能好点。中关村在线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待会儿我们是不是还要看一下显卡？没错吧？把显卡看多大？CPU，那我们就是 Cooling。好家伙，我都快死机了，我觉得，讯息咋这么性能这么差？GTS 980，我们能够看到这个，来，这块是不是应该也有参数详细的？随便找一个吧，好吧。CPU，那我们可以看到，4.4，它频率是不是要更高？啊，总线频率传输速度这是，同样只写了三级缓存，一级缓存和二级缓存都没写，没错吧？那好吧，那就是这样吧，那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，好吧？那但是我说，缓存是越大，它的性能就越好，OK？然后呢，接口对不对？我们说早期的接口是这个slot 的那种已经消失了，现在都是 socket，那在这里这种都已经淘汰了 slot，OK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应该都是什么？看一下，应该都是512的，我没记错了，没有写吧？接口，没有写接，这儿，LJ1150，看到了吧？这个接口也变了，但是没有什么，它都是什么？只是帧数变了，但是你注意。你要买对应的接口，就要买对应的主板，否则插不进去。听懂了我说什么？那这是不是就是常见的插槽接口啊？看到了？还有啊，各位啊，小心！我的 CPU 呢是分了2个大的系列，一个是英特尔的，没错吧？这是我们卖的最主流的。另外一个是 AMD，AMD 我说要没有它的话，我们英特尔是就一家独大了。但是请你小心。这2款 CPU 的核心，它不能插在相同的主板上。也就是说，主板要不然是 AMD 的，要不然是英特尔的，不能混插，听懂了？所以，如果你真的自己去买东西、买电脑，然后自己来组装，你在最主要的这个事儿是什么？主板是不是和 CPU 是不是匹配？那主要看什么？是不是就是刚刚那个插槽的这个东西？看到了？否则是会出大问题的，买回来不能用，听懂了？有问题？好了，简单知道一下就可以了。那肯定还是主频越高，三级缓存越大，这个性能是不是越好？或者什么？在你不上当的情况下，什么？越贵越好吧，能听懂我说什么？咱们一直都在说越贵是不是越好，但是有个前条件，什么？不上当吧，不上当的情况下越贵越好。那这种报价一般是不是准确？那你就能看到它肯定，比如说这有6000多，那是不是肯定比这个1000多的这个东西2000多的是要差别很大？能听懂？好吧，有问题。那第二个东西是不是这个内存了？
那所以为什么说呢？现在我们这种 SD 的都已经淘汰了，看这是两个火，看到了吗？